这牛头怎么办呀？八块。哎，怎么都是毛啊？回去咱自己烧一下就行了。给我称称吧，姐。好嘞。490。行，一会儿你给我送去啊。好嘞。转给我叔了啊。好嘞。一楼我一。没有事儿。一二三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我是半吨，又来河北打土豪了。半吨准备个牛头，做个什么味的？做个熏牛头吧，我觉得你肯定没吃过啊。现在开始喽，摇的开杆，开杆，好重啊！这东西蛮齐全的啊。知道你来，特地买的新的啊。我去，好复杂呀，咱先看看说明书吧。这球大了吧？球大了。OK， 好了吗？好了，可以了。OK。老米，打火机给我。我又不抽烟，哪有火？我都看到了，你兜里有。烫卷发。烫卷发，烫个头。这玩意儿真味儿啊！你来烧，我刮一会儿。来吧。这毛挺厚啊。穿毛衣了呗。下次得挑一个秃驴，哎，秃头。然后阿光说这个牛鼻子最好吃的。这个牛鼻子是最好吃的吗？对对对。一会儿试一下。哎。来个牛鼻子刺身。牛鼻子老道，老道。哎，这可以烧了，这可算烧干净了。不容易啊，一会儿还得再烧一遍啊，还有毛渣呢。这脸皮够厚的啊，比你的还厚是吧？这挺厚的。你这修脸啊，我给他刮刮脸。哎，修脸就啊，修脸。你这烧完以后才看出来是黄牛，是不是？对。为什么叫黄牛呢？是吧？它烧完它是黄色的，对啊、所以叫黄牛啊。哎，再给它刷个牙，一刷就白。我给它刺一下，一刷白。哎，一刷白。噗噗，你弄我嘴里去了，轻点。给你加餐。这耳朵可得好好洗一洗啊！你不洗干净，你吃，你吃吧，你吃吧。我来把这个淋巴给它拿掉，我再给它犄角刷刷。哎，就差不多了。今天下午的成果就是这个牛头了，可以下锅了。哎，刷好的牛头切成两半。哎呦，没劲出来。哎。开心的像个200多斤的小孩啊！开心的像个300来斤的胖子。哎，对，300来斤的胖子，对对。今天咱们只吃一半，剩下的一半留着下回再吃。下次你包饺子，兄弟们。好主意。放入葱片姜段，小二一半。切点葱片姜段，咱们来准备点卤料：花椒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丁香、炒火肉后、小茴香、干辣椒，加水泡一下，去除苦涩味。起锅烧油，提现豆瓣、卤料、生抽、蚝油、料酒，烤出香味。烫好的牛头再次清洗一遍，牛头、冰糖、卤料，再放入两包盐，小火卤2个小时，放入白糖、小米儿。哎呦，好热呀！小火焖到白烟变黄烟就妥了。来吧，来感觉了吧，闻着好香啊，马上就好了，马上就熟了啊。哦哦，来，哇，这颜色真漂亮啊，正好80的白，80的白，再刷上香油，油光清亮啊，颜色诱人，软糯 Q 弹，哦，打上十字花刀，熏牛头，阿米请，半吨请，
来嘛来嘛，别客气。来来来，哇哦！我刚才这个红油，我要吃辣。这个牛头皮吃起来 Q Q 弹弹的，还好没煮软，煮软了以后就粘嘴了。这牛头上还是有点毛，下回还得烧干一点。再多炖一会儿好了。前面的软的。一会儿一会儿。你眼睛好嫩呐。爆汁没有？没有。很劲道。阿公说这个牛逼都最好吃了，你要不要尝一口？我先来个牛脸。来吧。我的牛逼都真香。这上面都是瘦肉。没有意思，赘肉。牛逼的好吃吧？有点意思吧？好吃。阿公不会骗我们的是吧？来，给你一块瘦的。哇，这个好。来点红油。看瘦香啊，这个瘦肉还是很嫩的。老牛嫩肉哈。阿米吃好没有？吃好了，半顿每天吃啥子？